今天的经文可以平安，欢喜咱今仔日搁一摆三个主持，来搁做伙做主持祈祷的问题。邀请咱的咱的经文，咱尽量坐较头前吼，因为咱坐较人，咱尽量坐较头前，离头前至少三排，吼，咱往前坐，吼，让咱讲话在讲的时阵，会当这个方向也较集中，吼，放在咱头前。今日是咱第四礼拜的祈祷问题，啊，真欢喜咱有真侪兄弟。连续四礼拜拢有来参加，毋茫伫即四摆的聚会内面，你着予咱得到真大个训练甲领受，也继续伫着咱个教会来祈祷。毋茫咱个教会来咱成做一个祈祷个教会，咱个祈祷会个充满上帝个喜乐。伫顶礼拜咱有做伙来分享，啊，毋茫咱个祈祷会会当充满着上帝个喜乐。哎，毋茫咱伫接续个祈祷个操练个内面。我咱伫甲上帝的亲近内面，搁得着搁较侪快乐。啊，咱伫今日咱搁将时间来交吼，有牧师，咱用一个华声来欢迎。感谢。我想祝吼各家的亲戚吼，咱感情的三家的朋友。啊，一开始呢，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吼，就是今仔日。其实我本来即个有一个大陆的行程吼，啊嘛，我有出外邀请过，我会特别出外朋友，啊，搁有一个特别是出外公公吼，甲爸爸甲咱弟弟吼，来拜一三拜，啊，伊讲要出外去亲戚看伊孙啊吼，我伫台北遐。不过看外孙伊之前，每个月都有车费嘛，所以我就提到一个，即个月我从咱个时间，我买台透早，我要坐飞机出去吼。那伫进前差不多三四个月时间。伊个脚吼，两边吼，拢有迄个，本来是一个伤痛吼，一个裂，啊，毋知啥人吼，安怎搞袂好，安怎搞愈搞愈严重，愈搞愈严重吼，到尾啊，一脚好，好不容易一脚好去，啊，另外一脚哦，正脚吼，安怎搞袂是袂好吼，啊，有一工伊伫咧想吼，搞到烦，因为这三四个月食一个消炎药，啊，嘛伊咧搞药啊，控制医生嘛就是袂好吼，所以到尾啊，就起来讲啊，无必去手术了，所以就去看外科。啊，外国医生就先将迄个文血脉挂掉，啊，就开始讲。啊，哪时来时，我嘛挂出来，就讲可能你点点，讲你啥袂好，可能你讲内底有癌细胞啦，是啥物，我拢出来着。啊，但是我拢感觉讲做平安的，讲可能是安尼吼。啊，结果就是，感谢主啊，伊不能往后遐搞，到尾啊，迄个康复都好。啊，我来真欢喜讲吼，我出国进前，我个只个脚拢好势，啊，感觉个感觉讲，迄个拢水出。结果伊个拢很干净，突然吼。甲你脚吼大石，啊，然后医生就讲，就出去讲讲，你这可能是胆动，胆动就是叫蜂窝性组织炎。啊，伊讲你爱来注射吼，啊，若注射呢，伊这里从两天开始注吼，你爱连续注七天，七天若注，这个红毛就掉去吼，你来去躲。伊胆动就写到尾来停刀嘛，啊来躲。啊，伊是拢就讲，哇，机票也买啊，饭店钱拢付了，啊，再来就要出国。啊，伊搁安尼讲，昨个讲我愈严重，伊较今日非常较乱，红，小我着红起，发红安尼。啊，医生着讲，你先去注射，啊看。啊，迄阵着做消沉，其实伊心里做期待，着要出门，但是伊个情形着是安尼。啊，虽然我讲讲信主吼，不过伊是无相信主个，伊家己个代志。因为他较相信医生甲药啊，所以若去看医生，着做药啊，啊分分别咧看。随时发抖音，常发抖音，大概平常大概，所以对娱乐出来，伊只公公嘛是咪当嘛，所以对看医生啊，食药这件代志非常的害怕，所以讲讲人若艰苦，一定要找医生来食药啦，不管食中药甲西药，伊拢有研究，所以伊相信祈祷会好，伊唔相信这件代志，虽然伊信主，伊嘛说咧，但是足困难相信讲人若艰苦，靠祈祷会好。啊，所以吼，我特别叫伊嘛，信主几冬，啊，我嘛是讲着照伊心内底个领受，啊，着做着。结果这件代志着是吼，想着足奇妙啊，着是因为吼，昨啊，昨伊看伊先泡在伊先，甲公开伊先，甲公布伊先，讲足了。所以，可是他曾经家己也是复发，进前一个查某伊先来看好势，吼，就是有特效药个。我讲无来找迄个医生吼，所以医生有无迄特效药，安尼像起码你来注射，像你嘛是当去。结果昨着着去甲挂吼，结果迄医生突然讲请假，请假，你相信的医生你也去请假，啊，所以今仔
我整个行政全部取消。一个变改我阿婆，我阿婆不再是阿婆的。啊，去我先生的，我到我先生的先生的，哎，就连我赶快的平板，我准备的，也按照我，安怎我那个去就好了。就啊，我讲讲，你来改伊的，阿婆我看下如何，我再先来讲一下，我袂都袂去的。讲说不行不行，耶稣你要一直我阿公的脚，哎，跟我两个进来跑出去的，啊，出去的我提得了是，后来回想开始啊，不见了哈，提得了是我爱想他违背违暗装备，回想他提背时，我另外有一个朋友讲，哎，你说，妈说，爸爸你妈在听吼，你来换新鲜，你来供电卡路，啊，所以耶稣你来电都泡在，你换一条新鲜的医生，医生。我你上次在当过营销组，你无当到，你是说我有客人来钓出我有啥货嘛？你无要紧，啊，提我伊，你若无放心，我咧提我伊去食，无遐严重啦，你无问，我很感谢这个提醒。啊，所以我哎，作为应付嘛，那个今仔日咱泡在看新闻了，我爸爸无问题吼，伊是讲较好听吼，你要来应该会做做准备。就是他觉得说不服气。我就对伊安尼走三个城市，
择了，我脑中有影想吼，啊，伊要走之前就讲讲吼，你吼，你着开始吼，继续安尼祈祷，我去挣扎。啊，其实咧第一几工前吼，这是一个最新的观念。我讲哈，要继续去，啊，你要走啊，啊，你叫我继续去祈祷，继续挣扎，啊，是要咱祈祷挣扎。伊甲我讲一句话，讲恁着是听，信任着甲你带，吼。啊，所以阵吼，我开始打开心，唔再叫我过过几分钟。你要有一些模式、教导、装备、训练，然后你要掌握一些功夫啊，你才能顺利顺利好，他才能顺利的成事。啊，但是我头一步真奇妙，我竟然有一些教会的时阵，有一个教会听到大义工的场地要提供，哎，伊就是讲要帮协助招聚，是讲有参加这个聚会啦，不能的会啦，要来参加。啊，所以从我从那里开始，啊，所以经过我马上咧开始顺利好成，我拢约了几个城市。哎，所以我在进前，我都开头听你讲，明仔载我要出门哦。啊，你有啥物讲？我记得也是交代。伊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有记得哦。所以，你甲你同在，你就去吧，你就去吧。我们真正安尼平心静就去。去的时候，我是一起小区认识的团队哦。其实我进前我好无，大家拢是讲好势，讲啊，你要创啥，你要创啥，都无讲好势，但是我放心，我就来来做。所以我就凭着内底信息的感动，甲大家默契，我就出去。啊，出去的时阵呢，去到我了发现讲吼，听到无同款的教会，无同款的声势。其实，唔是咱错，咱要去错啥物，是咱去咱祈祷时阵，看上帝的时阵。所以，迄个我听到我的，所以说没有形式的，没有形式化，就讲听到开始我来讲出来的宣告祈祷，咱祈祷工作完。爆炸，好，就等于我最大爆炸。那你看到讲，每一
来表示相应，可是我们是一个家庭主妇列出来的，啊，那我们做做做这个税税税单哦。不管你怎啊是徛伫啥物问题，啊，你啥物年纪，上帝拢会当使用咱去做伊个工。但是上无共款的，不是靠咱个人个意识、才能甲能力，上无共款的是上帝个力量。哦，我记我是我外婆是老，啊，外婆是施工公司，伊伫个做少年时就得上帝做大个使命。所以有一天的时阵哦，伊内底嘛有做大个温暖酒，伊甲主问讲：主啊，我感觉讲吼，虽然你用我做足侪工，报得花也好啦，足侪世界足侪侪侪所教授工，一定看到足侪下轨迹嘛，足侪成就你的代志。但是我感觉讲，我嘛是无够完全啊，吼，啊想着讲，啊你是哪样咧想？伊讲你看，我拍开圣经来看，圣经吼有侪侪只伟大属灵的伟大的这个那边啦。我感觉我感觉伊，我甲伊差足侪，就是讲，啊，你感觉倒一个甲你差足侪？伊讲吼，像阿伯拉罕啊，伊阿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啊，你看伊对你遐尼啊有信心，吼，安尼，安尼啊，甲你同在吼，我今仔做虔诚，我做虔诚讲，我会当有阿伯拉罕迄种信心，啊，就是两个问题，伊讲，你够爱你的太太？伊讲有啊，你嘛知我真爱我的太太。伊讲吼，若有一个查甫人，甲你讲，你的太太真水，甲你的太太好外好，你会安怎反应？伊讲吼，嘿，伊讲顺着你知我个性，不管我是不是读书吼，我头一个动作吼，伊就是，伊手起来甲面面甲挤落去，甲泡倒，意思讲伊较会使抢走我的太太个啊吼。啊，顺着讲，对个吼，你会安尼讲，但是阿伯拉罕，若是我甲迄个王启示吼。伊就要甲伊太扫一个，伊唔敢承认讲，迄是伊太，伊讲迄是伊想，伊讲哦安尼哦，再讲条像我还比较好一点吼。我安尼，啊唔过像摩西啊，摩西伊带埃及人出埃及吼，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你看伊安尼吼，他哩就是著名人，他哩用心吼，啊佫他要有配搭爱传领遮尔侪，两公。那我请问你，你有抬过吗？伊讲无咧，我冇抬过。伊讲摩西少年的时阵，伊血气方刚，伊会抬。所以伊培养无足侪了，到了伊就想讲，伊终于明白讲上帝到底是咧甲伊讲啥。伊讲吼，遮个拢同款是吧？伊拢无完全，若毋是因为我甲伊同在，伊无可能完成我所有。因为是我对伊的计算，我甲伊的同在，所以才有法度去完成遮济济工作。所以你若要拍开人的生命，拢是遐尔啊无完全，拢是有较济个问题。所以你是讲，你要讲一点就是讲，毋是人安怎，是因为上帝计算人，上帝无看人软弱，也无看人好甲歹，上帝看每一个人拢是共款，是差别讲。当上帝的怜悯，你身躯天的时阵，你看，看你家己，可能是我只是普通人，嘛无啥物特别的背景，也是无特别的怜悯。但上帝的怜悯到你的时阵，你就是变成一个不同的人。啊，所以你若看咱古约圣经吼，你会看讲每一代上帝做代志之前，伊拢会启示先知，也是祭司，也是耶和，拢是计算的吼，拢会讲圣经吼，拢是讲耶和华的。耶和华的灵感，甚至父母要对囡仔换手祈祷，要传递恩膏的时候，也是耶和华的灵的心意。所以，安尼看来是讲，咱姊妹，咱莫去看咱家己好还是歹。咱若来到上帝圣殿，咱要来朝上主，你莫看你边仔是啥物人，你单单就是在看主的主，要来敬拜主的主，你会当完全的交托。把你的心泡开，好，本来是比我早来，来讲，我讲买一本册嘛吼。伫咧头一章来讲，上安尼款的祈祷，会咱互咱享受迄个祈祷，嘛会咱互咱满足紧的时间，会咱领受着，感受着上帝甲你的同在。就是为咱心内底祈祷，咱心内底祈祷。你毋是伫遮祈祷，有当时啊，咱经过一个训练，甲教导。咱有当时啊，就是伫遮来祈祷。你会记得讲啊，我即摆特别，我咱两个教会有师啊，咱会表情，咱
艰苦，但是你无应该无时间互家己有哪时间，就算让自己去哭一哭也好。但是当然，另外人我都知影讲，要求上帝好，咱爱有时间来求上帝好。咱来想起，来到上帝上帝，来到上帝理论啊，我还拄着这种人，还拄着这种代志，是让我听。你是讲，咱内底有心，内底有这些真实的感受，你拢会使忽略它。好啊，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咱大家大上少着一届，甚至两届、三届来教会，基督会啦、小组啦、主日啦，你拢会教到。所以透过敬拜，敬拜是第一关吼。我感觉咱教会有真好敬拜团队，拢真用心、甲用心伫这个事上。所以当你敬拜时阵，你会把你的心拍开。你要去注意咩是啥物人，吼！你要唱歌大声细声，好听歹听，这无重要，重要是你的心伫这个时阵一直向主咧沟通。侪侪人伫敬拜当中有得着福音，有阵时免咱来解释，免来解释道，吼！迄个时阵，你着有得着伊伫向沟通，吼！所以你伫爱用咱的心在，啊，当然刷落来，出你个功德就袂多，咱会当搁一届搁尽咱的心思意念，吼！搁安尼当调整讲，所以听到的时阵。心来听，哦，你会使听听，有几条新闻，我听听感觉哦，真正是听到伊在讲迄个，伊也是够特别。但是，咱也真实哦，上帝若给你机会来到一个所在，你我都听到上帝话语，不管是教会也好，还是你泡面时代也好，还是你参加一个主管特别的聚会，你拢爱深深的相信讲，你去参加这个聚会都不是偶然，是上帝给你引出来。所以上帝要透过咱所有的，拢是要这一届。咱新的观念、新的改变、啊新的方式，所以每一句话都是对咱讲。所以咱来深深的心内底去思考、去咀嚼，不管是爱悔改也好、认罪也好、还是祷告也好、还是这个帮助也好、还是这个意义也好，这话语拢真正是从你甲开到要认同的内底。所以慢慢啊，你会感受到讲，咱的心内底甲主的愈来愈靠近，你嘛是愈来愈靠近。所以咱要讲祈祷。所以祈祷的时阵，就是拍开咱的心。所以真正迄个祈祷的时阵，就是毋是咧高边啊，啥物，就真正把咱心内感动，咱的想法，甚至是痛苦也好，欢喜也好，问题也好，忧伤也好，彻底透过咱的心讲出来。啊，所以安尼祈祷，哦，开咱家己的，当咱安尼能力，安尼超出着上帝信安尼祈祷的时阵，你会愈来愈享受出来的迄个祈祷，你嘛愈来愈感透无，愈较侪。啊，上帝，你咧卖伫咧内底较侪活动，啊，你伫内底，所以呢，即、這个部分就是讲，我有好甲大家来建议讲，咱来当伫咱正式祈祷会进行一段时间会当做灵的操练，哦，一寡若是姊妹已经得着，也是讲伊较无，搁较进，即嘛是较好要得着，伫当中会当操练的时阵，咱会当做较侪，互上帝甲咱引导。信心的维持就是伫个当时吼相处，信心相处维持。我原则，哦，当然，咱来教会中心的服事，上帝会把主我的恩赐吼，迅速活下来，中心服事。可能你之前学生刚开始你无，你感觉你能力无够强，或是你学生文字无够明白，但是你中心服事一段时间了，上帝就立起来。关于我爱的信徒进前吼，我若讲小弟做了以前头 OK 了吼，我大概是我小弟我起小个五音不全的姐姐，侬感觉伊唱歌比我好听，啊，确实是呀。唱的流流啊，真正做好听。啊，迄阵我若唱歌哦，真正是，就是真的不是很好听的吼，高也高不去，低也低不去，就是只是可以平平的把声音唱出来。但是我讲，我礼拜做了哦，我礼拜礼拜做了哦，我感觉讲唱诗歌是我最享受的代志。所以迄阵我礼拜哦唱诗歌的时阵吼，我因为我老人做传统教育学校，大部分同学拢无兴趣来，所以讲讲唱诗歌是老了的，所以老人太欢喜哦。所以大部分时间咧唱诗歌的时阵。讲话，啊，无是咧困，啊，无咧写功课。我讲，不管我边仔咧创啥，因为迄个时代我有在咧考虑，所以我相信，到尾窃窃私语讲，这也怪我，看咧较济个，还阁怪我，啊，每次习惯性较无啥无咧创啥。但是，我讲，迄是你的想法，但是我的想法是，伊迄当时想袂到当时，咱会当结拜做伙，咱就享受，所以无在乎人家讲。啊，所以我感觉讲，我来咱谈钱嘛。我想来遮分享，不是讲买分享参加啥物，我感觉讲，我努力着啥物，有遮个经历。我相信上帝今日是每一个人知影，愿意操练，拢有力量，甚至搁较侪，甚至搁较侪，吼，是咱超乎咱人所能所想的，吼。啊，所
你会当买一寡广告的音乐，就是讲你电台你听了是了，还是讲你听这电台就会当眺望你听到的面吼。那你也愿意吼，你愿意听的，你要你要出来跟你当放安尼诗歌吼。啊，一方面呢，当咱的时阵要想上侪诗歌，电台是块了有的时阵吼，也是要去听咱的诗。有一个讲话讲吼，有几个讲话讲吼，特别是爱来教学生，啊，因为咱教四界各地拜拜的所在吼，伊讲吼，伊拢伊毋是毋知应该，所以伊拢有感受得到。所以讲，若做人家邀请来啊，教安排团要去的时阵吼，讲伊若伫咧团要去进行吼，无先安尼祈祷祈祷了，伊后面困唔到时，就会袂了差。啊，伊当然是咧学生，拢在里面咧竞争。所以我讲第一代的吼，去书房吼，那我这种感觉有，吼，这很简单吼。哦，细宝宝，肯定就感觉你行业好吼，而且你会当吼做几项代志，就是按着你的感动吼，伫咧厝里内底吼，伫咧厝祈祷，换手祈祷吼。我叫妈妈打洗的时候，四处的时候，本来四，本来是拜天，本来伊会当人算命吼，安心归个安平，看到伊个安心归。我也四处了的时阵吼，我到突然之间吼，迄个味道吼，突然之间吼，迄个味啊香，呜。突然之间，呜呜呜，就是什么？哎呀，猫在那在，那在走高梯，就讲，然后但是我买到魔术哦，买魔术球哦，啊，我买魔术要时间去讲嘛，家己来啊，啊，就家己来啊吼，吼，哎，就拢一寡像安尼家己教吼，就有一寡姊妹吼，打伊打四组拢家己教，伊就拜拜亲吼，你若四组了，然后慢慢加工了，伊讲吼，我来给你养吼，手皮的，吼，哎，糖啊，遐就是糖啊。一个头仔门啊，窗仔门煞改名了，换出一个好名煞的名，改无好的名挂出去，做简单无？挂出去，挂出去，挂出去，完嘞，伊做了，哎，无两三工，迄个声就无去。吼，所以上帝每一下都安尼讲的，所以大家当然来操练。其实吼，上帝话要鼓起，话要宽容，咱应该操练。为什么要操练？你家己试看未，练看未，你有信心，你会发现讲，结果是啥？啊，所以饮食需求你调节好，所以你为你的厝内底更整齐的。毕竟咱周围吼还是很多时候空气不清净，啊，咱若无清洁吼，当然就会有一些无必要的空气吼。啊，第二项就是讲吼，为咱若做父母的吼，咱是属于长辈，咱有咱的囝儿是身体的。啊，祈祷可能有咱的囡仔若无分解袂捌做，还是讲对主无解卡无解卡无，还是爱信主的吼，所以你咪当去为你囡仔吼。啊，甚至于若拄着困难，可能你囝儿是生儿孙啦吼，要顾虑个问题吼，你着提这个吼来我。啊，伊咱有同，咱是家里的长辈，你可能是长辈吼，父母还是阿公阿妈，你着放手来祈祷，要再祝福我哦，那个祝福非常的大，所以你着来啦，你免讲啊，我不用祈祷啥，祈祷就简单嘛，有啥物问题，爱祈求嘛，你祝福伊啥物，你甲放手祈祷。吼，这是奉献有两样子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无囡仔时代祝福吼，可能咱奉献还有一些尴尬，一些建议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有你的祈祷，哦，迄个方面的祈祷，哦，迄祝福非常多，啊，所以这奉献咱个处理用的当安尼样子，吼，那咱个上最重要的是咱家己的祈祷，有当时咱嘛感觉讲，其实咱人吼，当然一定会辛苦袂停，因为咱这个肉体的皮肤都是歹。总是有一天会老会歹，这都是正常。所以有当下咱人身体的状况，因为咱人心不定，因为是自然使用的状态下，会有一点不舒服，或是有点小感冒，其实这种不代表病嘛。所以讲，当然是看个医生吃个药，兄弟们透过医生来照顾人，这是无问题。但是有一款精神，确实不是咱身体的，那是外在灵的问题。啊，这个还是要靠着祈祷。靠着祈祷来讨伐，吼，古来来讲吼，像有像糖尿病吼、高血压吼，啊个忧郁症啦吼，这拢是外在病的问题，甚至是癌症，这拢是外在，因为咱的心智意念无经过上帝的话的操练，所以咱接受一寡负面的思想，我以前祈祷到只要是无同感官，所以造成咱的情绪有足侪足侪无必要的压力。所以当救一来，你的情绪给你拍，你的身体给你拍病，所以咱身体就会艰苦，会患病。啊，所以这种病就是爱从根源去解
个聚集吼。啊，所以我要记得有一个方向吼，但是讲咱身体上自然的情况下，啊，因为咱有感冒啊，是不舒服，这当然咱袂讲，不管你话是讲哦，什么代志拢讲人的问题吼，有一款是咱身躯顶自然的发生的种问题，咱就是看医生啊，食药啊，这是正常。但是巧啊，是你知影，我是你人内底有状况。是你心思意念内底有做侪负面思想，互你感觉真难过，然后造成讲你身体无爽快，而且是长期的，啊，这就是爱来指导。啊，你若感觉讲家己，你家己会当有你我会家己，我会指导，吼，这是头一项。啊，你若感觉讲你今仔是做拢这样，安尼做不舒服，你需要人指导，啊，这时就需要团队师。你来到教会，是服侍团队，还是小组，有你指导。啊，你来看到讲，你真紧会当做头头头头，所以。这拢是咱会当学的吼。咱虽然是讲啊，咱正规派的社会派的医生吼，但是咱毕竟咱当学习做一个社会的医生，吼，就是讲咱会当做基础的东西。那这有人提到淘宝啊、滴滴啊，这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做，每一个。但是恁阿刚才管理超人，大概是要有标准，不然拍摄过来伊都无好嘞，吼，那明仔上来安怎？不用在乎这个，那是上。但是咱若愿意安尼做，吼，我已经有一个学姐，伊尾仔得到这个医疗文科嘛，吼，伊还未得到这个文科进前呢，伊就一个了一个较无效这个方法，伊真爱去病院吼，艰苦的了，所以若有机会去病院来看到艰苦的人吼，伊若有机会甲伊讲话吼，伊就随了讲话，伊就病医得好，吼，啊，当然医得人，可能几啊百，几啊十个，几啊百个，唔知讲你着医伊啊，但是感觉讲你若有发机会吼，为你医得好，我着感觉真欢喜。来分享，
主，我要感谢你，主，你是创始神中的弟兄弟，主，你讲有光就有光，主，我感谢你的力量，欢迎我的人民，主，你的疼，主，我的欢迎我的人民，耶稣，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主，你要祝福我们台湾每一个盼望的兄弟姊妹，欢迎我们台湾的兄弟姊妹，你要甲坐坐，你的启示到我心，信心的鼓励。来充满你我当中每一个人，也是我感恩小姐今仔日时，祝你要甲你极大的祝福里面充满落来，一个信息都要从你交灌入我的当中，我每一面的机会要继续来跟你来帮助，你是因为精选我来做，听好我来做，还是在思维我来做，也是我感谢你，祝我将你将我的机会祈祷传到你的面前，来献用这样的祈祷，祝我相信我。借我的祈祷，来献到殿里头前，你来听我的祈祷，我要成就我一切祈祷。耶稣，感谢你，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唱一个草原吼，我所来放一首诗歌吼，那它是一首，这首歌是自创曲，就是他是别人的，他创的，自圣公发表的。啊，就是这首诗歌的意思，就是讲吼，上帝天吼天顶已经拍开了吼，伊要甲上帝天上所有诸般的恩赐啊、能力啊，全化了，叫恩雨吼，从全化了。啊，所以咱在有一段时间来听这首诗歌的时阵吼，哎，咱自由，啊是咱啥子，咱是内底感动跟感动吼，你主内底有钱，你敬拜也好，还是你祈祷也好，还是你用无钱祈祷也好，你用方式祈祷，还是方言你我祈祷也好。这时阵，咱通过这习惯，也有对话当中嘞，咱享受出来底，哦，做主打歌，啊，你看你们在做啥吼？啊，来操练这个功夫。好，所以你会当做，你要坐，要徛，吼，还是讲你要做任何事情拢会使，从头做。Thank you.
主啊，享受你的同在，主啊，你的同在就在我当中的内心，哈利路亚。
敬拜主，哈利路亚。